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！午餐时间了，我们自己做的。这个是我花园的红色的青椒，这个是土豆，也是我花园的。胡萝卜不是，胡萝卜是买的，胡萝卜和羊腿煮的，羊腿。新西兰的羊腿处理的可好了，你看，这个可以。处理得很干净，你可以用手抓的，这样煮，这样煮。我的孩子一个大羊腿，我吃不了一个，所以我只能吃一半儿。我就是喜欢用胡萝卜这样煮着吃，比较养生。然后通常我就用这个黑胡椒、海盐，我叫它海盐。我的狗儿子也在陪着我。Come here, sit. Yes. 要经常吃红的和橘黄色的，红的和橘黄色的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要每天吃很多种颜色的食物，你才会健康。胡萝卜好多洋人吃生吃，当成是做沙拉，其实不吸收的。胡萝卜一加油以后，炖的是最有营养的。我就是把羊腿和胡萝卜丢到一起这样炖，就非常健康。自己酿的酒，还记得我会酿酒吗？胡萝卜和土豆，土豆很好的排毒。因为它有很多淀粉，所以我不吃，我的米饭还没好，我就不吃太多的米饭。但是我每天也会需要碳水化合物，所以等一下会吃。这个我是煮过的，然后再用油轻轻的一煎，很好吃。我是用石锅，就是真正的石头锅，很沉的石头锅来煎的，从来都不会糊的，焦黄的那种。这个葱也是我加的。
没事。Go outside, okay? Outside. Well, that goes out, then you don't want to crack good to la. When the gang in this truly get up, that ain't sure can go to.我不吃太多的酱料，因为他们那些酱都是有奶里边，我不能吃，有一点盐就够了。这个土豆做成这样，好像含在嘴里就化的感觉，特别棒。人不能吃太多的油，知道吗？油包肝，伤了肝就是容易伤了很多器官，因为肝也，尤其是对消化系统、对情志，就是肝气郁结的时候，人就容易得抑郁症。然后，那个肝有问题，它还对胆也不好。因为肝和胆都是连在一起，它是对消化系统、对胰腺都不好，所以不要吃太多油的。清炖的，如果煮的，因为这个羊腿本身就肥肉，它的肥肉，你这样煮，这个胡萝卜本身就油油的，加一点盐。
我以前我很喜欢吃新疆饭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在新疆待过，我在那儿开过公司。新疆，我星期天都会和朋友去那儿一片大草原骑马，然后吃，就这样炖的羊腿，喝奶茶，泡温泉，非常非常棒。那个新疆的烤肉串也很大，我很喜欢吃它的馕，不过刚到新疆那样吃会很容易上火，因为它这些食物热量太大了，适应几天就好了。但是我每次去都会发胖。新疆人很热情，在新疆待了有点在抑郁的感觉，很好，我很喜欢新疆，特别那个一望无际的拿铁大草原，在那骑马，记得第一次在那骑马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就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，太棒了。然后我就开始讨厌那大都市了。所以出国以后，我不选择大都市，我选择这个小城市。我喜欢的城市不要 traffic，不要到处转一大圈都找不着地方停车，我很烦这样的。我们这个城市小，很容易找到停车的，也不用花钱。Are you finished? Are you finished? Me too. Finish.